吗？这个东西喷到我脸上了，有什么液体喷到我脸上？你那你学坏了，你那要报警啊！你服务这样子，等一下怎么拿小费？是一个很荒唐的过程。我忘了跟你们说，其实我也有偷学啊，我也可以帮你们踩啊。先生。服务还好吗？这个是职场霸凌吧，各位。刚从球场来的。然后我们要飞哪里？越南。哎，这一集叫做“让你来气头”。第一集来宾啊。第一集来宾零了。他就是那个助理。对，铁板面助理。那我们等一下移到越南，先按摩好不好？好好。因为其实我还不知道越南到底有什么真正好玩的，我都是给别人带。我们等一下去那边就见机行事哈。我今年出国狂下雨。两颗太阳，一直下雨。是两颗太阳。跟着两颗。我要出一首歌，叫做《又下雨了》。不可能，登记摇曳就配吧？因为非常很冷。对，它一组很黑，一组到499。好了好了，开始。到越南呢、啊，有没有睡饱？还没睡吧？你睡一整就还没睡吧？睡第一站，第一站，第一站按摩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来先去按摩好了。听说这边的越式洗头很有名，而且又很便宜。走，按摩去，走。越南河粉，然后现在已经超级多人在里面，不知道味道是怎么样。你们在台湾有吃过越南河粉？有啊，我超喜欢喝这个热汤，很舒服，而且这边的牛肉好像很特别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有油条，这样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切，还是你就直接拿起来直接吃啊？哦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牛肉，很香，超大块又厚，然后它的蛋是温泉蛋，哦，我超爱。它面的那个分量也是偏大，这个平均价位大概多少？大概80块左右。台币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是那个类似颜值高的东西，感觉像绿豆。对，它有它的椰子丝，看出来。好吃，第一站先吃饱，我们要去按摩耶。脚，超酷的嘞！在台湾是只有洗头。刚我们要不要放剪指甲、脚指甲、耳朵、洗头，看整个一系列的。好，等他们服务完指甲、耳朵、头，看怎么样跟大家分享。OK， 哦。剪指甲、刮耳洗，然后洗头、敷脸，我全有。还有鼻头粉刺，你们有鼻头粉刺吗？没有。他给你涂一个胶，然后你骗人，真的有啦。就是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我觉得那边的就是女生都很漂亮，然后都撑起头。重点是价钱超便宜，一个人500吧。来台币470，35万越南盾。他就有点从头到脚帮你敷。对，90分钟。哎，很便宜，其实这样蛮划算的，因为台湾大概真正的越南洗头。1500，然后洗头就要4500，所以来这边真的要天天洗头。
可是我觉得一定要找人帮忙订啊，因为我们去现场的时候，楼下是排满坐满满满都是。对，要找专业的，要找专业的旅行社帮忙订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吃晚餐了。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它叫飞天锅巴饭。飞天锅巴饭。飞天锅巴表演。等一下，会有锅巴表演啊！等一下。会跟那个海底捞一样甩来甩去。这是只有越南才有的锅巴，他把那个缝敲破，对，然后还有表演，对，然后刚丢过去，然后接住，对，就非常简单，我觉得蛮特别，我觉得感觉好。哎，我喜欢吃锅巴，因为我喜欢那种硬硬，我喜欢硬的，我喜欢硬的，女生都。好，但是要对决，我们现在就是体验了那个月式洗头，现在要体验银蛋洗头。可能你他们两个人闯入我的房间，说要帮我体验一下。体验者，对，体验者瑞哥，好，请进。但是要对决。哎，我湿了。哎，我要开场玩。请问这个温度？这个位置有点恐怖。我记得我体验的月式洗头不是这样子的感觉的。哎，我的脸，怎么有东西在我脸上了？可以留差点吗？这个东西喷到我脸上了，有什么液体喷到我脸上？快吗？各位粉丝不要羡慕我，舒服吗？他们直接把这个泡泡直接弄在我的脸上。请问哪里有特别痒的地方吗？不好说。那个好好笑，你那个刚直接在你的脸上。对，你那个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这样对我。是你把蛋。我会看播出，看台上在那边乱搞。到底是正宗的月式洗头？吸引人，还是台式的居家洗头令人向往？欢迎收看，但是要对决。你那个很洗了，你那你学坏了，你那，要把，你服务这样子，等一下怎么拿小费？各位，我跟你们讲，一定要慎选朋友。要按摩服务，按一下，吹头发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太烂了，这个不要用了，用这个。我特地为你准备了新颜色头一个啦，对啊，这个是插那个小头，然后是大头的啦。我喜欢这个颜色，它是宝宝蓝的。对，宝宝蓝，宝宝蓝。你们看得出来这个字路非常明显吗？秒干哎，干！这个字路非常生硬，完全没有吹风机，直接干哎，哎，好扯哦。我还有个服务，请接着停发，对，那个饮料，我还有个服务就是要按摩，踩背，对，盖一下那个毯子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过程。我忘了跟你们说，其实我也有偷学啊，我也可以帮你们踩啊。先生，服务还好吗？这个是职场霸凌吧，各位。哎，你头发真的干了。头发是真的干了，但是我发现，你们快把我腿踩断。我踩这个是专业的，真的。其实真的蛮。以前常常这样子。体育系的这样子，因为运动完要帮别人放松，舒服吗？其实蛮厉害的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如果月式洗头是5颗星的评价的话，你们应该是属于1.25颗星。